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今天呢，我们在 Chino Hill 来看一栋二手房。那么这栋二手房呢，它是五房三卫，3455尺，占地有7000尺，双层三车库，建于2003年的独立屋。那么它的每尺均价呢是270.62块，是远远低于周边 Chino Hill 平均的每尺均价的。这边的学区呢也非常好，是8分8分和8分，高中呢是奇诺港高中，是一个胜出 NBA 球星的一个高中哈。那这边地税呢也很低，是1.1%的地税。那我现在的这个房子呢，它位于小区的一个边上，隐私性私密性非常的好。来，让我们先环绕一下，看看房子的外观。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房子的外观，然后它旁边呢只有这一边，然后转到后面呢就是一个 trail 散步的，所以隐私性非常好。对面呢也没有邻居，就是绿意盎然的树，可以看到门口的绿化草地都非常好。好，现在让我们去里面来看一下吧。那它这边一进门呢，有做一个小路，然后有做灌木和园艺，门口呢摆放了几张简单的户外的用具。其实这一边环境真的很好，没事儿坐在前院喝喝茶也是不错的。好，现在已经穿好鞋套了。那它这一边一进来就是这一块呢，玄关处是地板，然后转到里面呢都是这一种短毛的地毯，所以说一进门就要脱鞋。但它这个地毯呢看起来是新换的，非常的干净。然后一进门呢，它这是一个高顶的挑高顶的客厅，然后呢右边有一个书房，墙壁呢是浅黄色的，有一盏较暗的灯，自己住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灯换亮一点的。然后窗户是对着前院的。那这边呢就是去二楼的楼梯，等一下我们再上去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它的厨房，橱柜的颜色呢是原木色的，不喜欢的呢可以选择更换或者是喷漆来更换它的颜色。里石的颜色还不错，它是有一点点夹杂那种水墨蓝在里面。它这个厨房四周的台面足够多，所以可以放下很多咖啡机啊、面包机啊、榨汁机啊，各种各样的厨房厨电。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多少厨房厨电啊，反正米娜家里是很多，经常觉得这个厨面的台面不够用。那这边呢冰箱、烤箱、微波炉都是嵌入式的，中间呢还有一个中岛。一般来说这个户型的厨房中岛是不存在的，那它这边是多了一个中岛在这儿，所以其实可能会有一个做面食的或者是做烘焙的一个地方在那边。转过来呢就是我们的客厅，客厅呢是通往院子的。那这栋房屋是带有山景的，这也是它一个亮点的地方。不仅后院没有邻居，隐私性好，景色也好。院子呢简单做了园艺，铺了水泥和草地，小伙伴也可以选择自己种一些果树。那这边是空调的机器。这边呢是平时拉垃圾桶的地方，那它种了几棵树，这个树的作用呢就是很好的
起到了它跟邻居之间的一个墙壁的作用，增加这个房屋的隐私性。那这边呢，可以做一个嵌入式的柜子、书柜什么的，电视可以挂在这边，也可以挂在这边。这边的漆呢，都是重新刷过的。这是楼下的一个全位淋浴房的0.75位。然后对面呢，有一个 closet。这边呢，是他的车库。车库的地面呢，有做升级。好，现在让我们去二楼来看一下。那二楼楼梯一上来呢，在楼梯的后方是二楼的一个 loft， 它是一个高顶的空间，可以看到楼下客厅。这个是我非常喜欢这栋房屋的一个地方。那楼梯上来转左就是它的主卧，主卧呢是可以看到后院的那些景色的。可以看到远处的一些 city lights， 还有近处的邻里。因为这栋房屋呢，它的地势在小区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隐私足够好，还能看到别人家的渺渺炊烟。这是浴缸，然后里面呢是，哦，里面居然是一个冲凉房。这边是洗手间，洗手间是有窗户的。那这边浴室呢，是有男女主人的双 closet。我们开灯看一下，灯在哪里啊？哦，在这里。这是一间，这边可以挂毛巾。然后这是另外一间。两个 closet 的大小是差不多的，这间可能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就让给女士吧。那 closet 里面呢是地板，然后洗手间呢是瓷砖，所以它这边都是重新翻修过的。那么其实如果不太挑剔的话，这样就可以直接入住了，不需要再去做额外的翻修。你可以看到还有它补漆的一些小贴纸什么的，都是重新翻修的。那这是一个二楼的洗手间，双Jack and Jill 的水池，就是双人水池，里面呢是一个全卫。这个房子整体保养都不错，而且没有那种空屋一贯有的死气沉沉的感觉。这边一进来呢，感觉很温暖很温馨。那这一间房间呢，是带有一个玻璃门的衣帽橱的。这一间房间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Chino Hill 这个城市呢，整体来说其实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因为它出行很方便，那房屋的性价比呢又很高，学区又很好，地势又低。来看它的另外一间次卧，这间次卧更大一些，也带有自己的衣帽橱。然后呢，外面是可以看到风景的，这是前院的景。所以这栋房屋它其实前院后院都是有一些景色的。那这一个房间也是带有衣柜的。然后可以看到前院，好，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的 loft 看一下。这种 loft 的设计呢，我很喜欢。家中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可以在这边玩耍，
那在这边呢还可以扒着把手偷窥楼下，哎，就像这样。那平时家人回来了呢，孩子就会在这边啊，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第一时间看到。然后高顶的空间呢看起来也更加开阔。平均来说呢，高顶的户型它的价钱要比普通户型要高一些，但它的转售速度还有它在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当然也是要比没有挑高顶的那些更好一些。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今天我们一起参观了一栋在奇诺冈的山景二手房，并且是挑高顶的哈。那么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要快点联系我了。那么现在的市场呢还是比较好的，一般好一点的二手房呢都是很快就脱离市场的。那如果对美国加州其他房产有问题想咨询我，或者是感兴趣新盘和二手盘的小伙伴呢，都欢迎随时联系我。我是米娜，一名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就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那也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